这个男人正准备回家过年，忽然一只42米的大脚出现在他身后，紧接着男人头顶遮云蔽日。我去！只见一个巨大的美女一把抓起了男人，一副恨不得吃了他的样子。不过还好，这一切都只是幻想，只是一个犯了花痴的魔女对心爱之人的幻想。原来这几天里，这个魔女只要一闭眼，男人前几天在她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男子气概和盛世美颜，就让她彻夜难眠。于是她就借着感谢为由，把男人约到了公司。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当魔女再次见到男人时，这个平日里别人眼中的女神，竟然彻底的泛起了花痴，完全不顾自己坐拥几千万粉丝的身份，大庭广众下就开始撩起来她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面对这旁人羡慕的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男人却害怕了起来。胆小的他竟然趁机溜了，但也正是他这胆小害羞的样子，让这个魔女更加的喜爱了，恨不得马上就把他抓在手里吃了。于是他要手下去彻底查清男人的所有资料。就这样，从那天开始，所有人都发现这个女人变了，变得像失了魂一样，不管是工作还是开会，都显得心不在焉，就连好莱坞要买她书的版权这样的大事，她都提不起兴趣，甚至连她平时最喜欢最享受的万人签书会，她都是全程拉着个脸。他们哪里知道，现在对这个女人来说，这些都是浮云。她现在唯一想的就是尽快的查到那个男人的资料，再一次见到他。可就在她拉着个脸应付着给别人签名时，忽然她从几万排队粉丝中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这时魔女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。好家伙，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，小伙子，这次看你怎么逃过老娘的手心。